一名身穿绿色运动服男子骑着脚踏车经过人来人往的闹区巷弄，突然把车牵到一旁，等到四下无人，再度骑走另一台自行车，半年内偷走16辆，而且专挑高级车下手。我们在相关的自行车实名登录系统和我们刑案资料库比对啊，其中啊。仅4台啊，我们得知他的车主的身份，我们也通知车主领回。以台北市来说，每年超过300辆自行车失窃，顺利寻获的大约占7到8成。但台湾平均每100人拥有5辆单车来看，恐怕有更多窃案没有通报。而今年1月起，北市交通局推动单车自主登录系统，民众看法不一。这样比较有保障嘛，对，也能够防止防弊于未然。我觉得这个车没有说那么豪华。就无所谓啊。前有一个同事，他是淑女车，他也是那台车也是有登录，可是他还是一样没找回来。上网登录，除了输入个人基本资料以及脚踏车厂牌外观，更重要是打上车子的身份证号。新出厂的几乎都有一组，大多藏在车架下方。如果没有车上号码，可以跟原乙要个辨识码。另外就是说它的颜色。好，它的厂牌，今年度我们目前寻获的已经高达97了。只是前几个月宣传成效有限，2月份以前只有88件，现在人数逐渐提升。交通大队提醒，如果车辆老旧没有编码，也能自行刻印专属车号，希望民众配合登记，让爱车不会因为脱掉或失窃变成一堆废铁。大爱新闻周晨寻好台北报道。